完咗1月17日，馬上1月21日咧，展開大回頭咧。咁亦都今次係一個我同 Wilson 第一次玩呢個蕭邦嘅鋼琴協奏曲第一鋼琴協奏曲。咁啊，呢場 concert 嘅 theme 叫做 Tragedy, Desperation, Love。咁我就建議俾 Wilson 幫我哋玩首蕭邦。In a way， 我覺得 Chopin 呢首歌可能有曬三個字，有 Tragedy， 有 Desperation， and of course with love。咁啊，呢首歌我舊年都有次機會喺歐洲演出啦，咁今次都嚟緊都有唔同嘅機會噶嘛，好期待依一個十年嘅第一次同 Wilson 玩呢首歌。依一次都會係好特別嘅，因為係第一次喺一個咁大嘅場地同 Wilson 去演出一首咁出名嘅協奏曲，咁啊希望係1月21日香港大會堂夜晚就見到大家嚟欣賞我哋呢場 concert。